乐天宝的探险日记。神秘森林里的小伙伴们正在探险中。哇，这里有个很神奇的东西。哪里？五颜六色的。这是彩虹，这是彩虹鸟的羽毛啊。彩虹鸟的羽毛被我找到了。真棒的杜达，这真的会成为非常棒的探险纪念品呢。我会把它放到宝箱里的。乐天宝怎么了？因为羽毛太漂亮了。那乐天宝帮我拿到家吧。真的吗？这样也行吗？当然了，但是要小心哦。给你。放在乐天宝那里应该没事吧？那我们走吧。不要走啊！乐天宝，快来呀！知道啦。今天的探险真有趣，是吧？去了那么多地方，我都有点累了。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吗？乐天宝这么快就忘记了？乐天宝，那个在哪儿啊？什么？刚刚杜达放在你那里的彩虹羽毛呀。神奇的彩虹色羽毛。哇，刚才有这样的羽毛吗？难道弄丢了吗？我的彩虹羽毛本来想放在宝箱里的。乐天宝，你不是说帮我拿回家吗？对不起杜达，是我不好。杜达，乐天宝也不是故意的嘛。我知道，可是乐天宝，要不要像我这样写探险日记呀？探险日记，就是画探险中发生的事情。这样的话，探险中发生的事情全都能想起来。乐天宝的探险日记好帅啊。乐天宝的探险日记，这个给你。那么今天大家就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见了。那么明天见。再见。探险日记，探险日记，探险日记。到了第二天，乐天宝，探险日记带上了吗？哇，在这里。哇，竟然没忘，拿来了。我怕忘记绑在身上了呀。达达，是这里吗？我很确定是这里。说这里有会唱歌的神奇的大树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啊。杜达，你慢点走。乐天宝，快来啊。知道了。你们快来看，是蟑螂。回来。哇，好圆呐。杜达把蟑螂的牛粪踩坏了。他好不容易弄好的。对不起，蟑螂。好像是这棵树啊。这棵树长得很有趣呢。哪里会唱歌呢？乐天宝，一起来啊，树会唱歌哦。
今天也好开心啊！杜达，你刚刚摔跤了，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今天也发生了很多事情。乐天宝记得今天的探险吗？啊，这下我也知道探险的事情啦。乐天宝，邮递员叔叔在找你呢。新的鱼缸来了，我得去看看。快去吧。这是什么？乐天宝又放在这里了，真是的。这个是乐天宝的探险日记啊。探险日记？这到底是什么？乱七八糟的。乐天宝换了一天了。只看这个他能记得起来吗？这里有杜达。这是什么探险日记呀？笑死我了。要不我们帮帮他吧。帮忙怎么帮呢？帮他画得更加清楚一些。好啊，要趁他没回来前尽快完成。风沙太少了。贾博士，泥球是不是太大了？枪狼可以滚比自己大800倍的球呢。让开，画画还是四哥我来吧。用我最喜欢的黑色。四哥，那是天空啊。这个是天空啊。糟糕，越来越乱了。乐天宝回来了，马上藏起来。大家看我的新鱼缸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是啊，很漂亮。你们在做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我的探险日记差点忘记拿了。四哥，明天我给大家讲探险故事吧。真的好期待呀。怎么明天见啦。再见。应该没事吧。乐天宝的话明天应该就不记得了吧。今天做什么好呢？真的好无聊啊。如果和我四哥去探险。我来了。乐天宝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睡好吗？你们昨天经历了那么可怕的事情，还能睡得着吗？什么事情呀？看，看来是被吓到了。我告诉你们吧，看我的探险日记就都能想起来了。我们在森林里迷路了。这是哪里啊？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呀，我们好像迷路了。好可怕。沙尘暴来了。小心啊，杜达。我们躲在一个树洞里，可是那个树是……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怎么办呢？那就是鬼树啊！停！什么呀？正听得起劲呢。乐天宝，对不起，其实这些画是我们重新画的。什么？我们原来想帮你画得更清楚一些，结果画得更糟糕了。对不起，乐天宝。探险日记竟然是假的。不全是假的了。其实一直都担心乐天宝只顾着记录，不能好好的体验探险。探险本来就要多看多体验的呀。我很想和乐天宝一起开心的探险。那我记不住探险的内容也没关系吗？当然啦。我们去探险，一起玩吧。我给你找很多很多彩虹羽毛。彩虹羽毛？有这样的羽毛吗？那我们出发去探险吧。耶，出发。记不住哟。
又怎样呢？亲自探险才是最棒的体验呢。